坐落于新店西旁18层楼高的公馆校区学二社，坐拥河畔风光，高楼景致。今年9月新学期就可以入住。大家期待已久的师大学二社终于落成。我现在位于的是双人套房，一进来可以看到这边有干湿分离的独立卫浴。除此之外呢，这里还有超大收纳空间，让你不用担心有衣服买太多的问题。这里还有个人的书桌、书柜及鞋柜，一应俱全。学二社历时3年新建，今年7月落成启用，其中包括双人套房、三人雅房、四人雅房，还有无障碍寝室，约有3000个床位，解决房间不足的问题。因为我住在17楼，倒数第2层楼，所以它的风景优美，可以看山，可以看河。然后接着就是公共区域，就是对我们学生来说方便很多，包括晒衣间啊，或者是阅读室，这些都宽敞许多。在103年的时候，我们师大开始规划这个宿舍。那当初的背景当然是我们学生需要住宿的人很多，那我们的宿舍床位不够，所以我们就规划了这个3000人的宿舍。我相信在这个公共空间完整之后，我们应该是在全台湾最好的宿舍，最好的生活空间。未来将规划大型餐厅、便利超商、 K 书中心、运动中心等公共空间，住宿机能更便利。同时规划增加校区接驳车班次，更逐步考虑将更多课程开设在公馆校区。公视中心采访报道。